这是我家的那个香椿树，这是第三年，长得比我高了。我弟媳妇说，我应该在那个这个叶子落了的时候，秋天的时候，把它砍上，把尖儿砍掉，这样的话就不会长高，因为长高了以后，我够不到那个香椿的叶子，你够不到就不能吃了，是吧？